这是咱做伙三个阿头来祈祷，先来祝愿感谢你，带领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你，特别来保守阮这个礼拜的平安。我们用敬虔敬拜，也予阮会当来省察阮家己的性命，到合于上帝你的旨意。特别阮也为着这个月11月29号台湾的选举来祈祷。阮要圣洁来选举，予阮的子孙会当得到福气。主求你来帮助伫各所在，伫竞争的选举中间，予阮所行所做会当合于上帝你的旨意，也予阮也做伙来关心阮所徛起的土地未来的发展。主求你来赐福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搁一摆参加聚集的时，邀请你甲边仔的兄弟姐妹，咱彼此互相请安，来讲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主，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主，啊，咱甲互相来请安。啊，特别咱伫昨，咱有关心两个家庭，一个就是刘贵兄的家庭，一个就是潘成伟老师的家庭。伫顶礼拜六，咱的刘贵兄伊的囝儿吕安。车祸啊，意外来过身，挽救主怀。在这个特别的过程中间，咱看见上帝的带领，特别在忧伤中间，咱的家属学习一个信心的操练，就是学习顺服。所以，咱嘛继续来为着咱的李伟兄啊，特别李兄又来到咱中间，咱请李伟兄、李军啊，啊，到伊的先生，好，咱来。甲伊拍破，甲伊鼓励啦吼！咱看伊除了咱家庭遇到困难，但是上帝将对咱上大的夸克。另外，咱也关心着顺华姐妹的妈妈啊，伊伫各位之前啊有安息主怀啊，咱伫昨嘛做伙来关心咱的单位林长乐伊安息30周年。透过昨下礼拜中间，咱看见侪侪过去的相片，伫这个相片的内面，咱嘛看见伫迄个时代。因怎样热心侍奉菩萨，也是一个非常纯真简朴，啊，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世代。啊，咱嘛看起咱的这亲人啊，做伙三个组织啊，来甲市民来安葬，啊，特别伫礼拜啊，伫昨下昼也来做这个遗书的礼拜，所以咱嘛去继续来关心啊，因为这个潘啊，心意有来吼，心意敢去哩。心意哈，代表家属来，甲咱来做一下。啊，因为潘老师伊今仔日伊去做个教会来参加礼拜。啊，特别咱伫下昼2:30，就是由咱台湾平长乐的囝婿朱义熙牧师，伊要甲咱三个来分享一个更新的敬拜。啊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听。啊，伊伫美国学会啊有侪侪真好的经验。啊，咱也通透过这个朱牧师的分享，予咱有伫学习顶面有无同款的。另外，咱嘛来关心，伫等下第一场礼拜刷了后，11点，伫外庄教会有咱丁林恩啊，咱知影佑圣诊所的丁医师，也是丁传道有咧服务，伊是咱受尽之书的弟弟啊，所以咱礼拜刷好时间啊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外庄教会做伙来管理啊，为着外庄教会来祈祷。特别咱有几位辛苦欠安的兄弟，特别咱要为着咱的三宝长老的亲人。也是咱秀峰丢了两个爸爸，啊，伊即摆身躯无拄好，啊，搁伫交互病房咧急救中间，所以咱伫祈祷中嘛来关心咱的亲人，啊，求上帝帮助。特别拄啊，搁有一位退会者，啊，伊讲伊即礼拜啊，明仔载就要来做大肠镜的检查，伊嘛希望咱会当做伙为着伊来祈祷，与会花姐妹。啊，然后咱如果较无看到的是，下礼拜咱有小组的聚会。啊，毋忙，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声音小组一个月一摆聚会。啊，礼拜五暗时小组定会训练。啊，较歹势伫一开始就甲咱讲真侪代志。毋忙，咱会当做伙来关心，嘛是咱教会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兄弟姊妹正做一个关怀的集体。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，要用咱社青团体聚会所用的一个教材，就是七个超凡的祈祷。啊，咱伫。进前咱有来看第一部分，就是拒绝假神、拒绝偶像、专应真神。今日咱要来看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拒绝欺骗。中文讲拒绝谎言，
五转匹配双减精力，五转匹配双减精力。什么是匹配？其实匹配就是讲白菜。咱可能自细汉到活到这个时代，敢有人讲我一世人拢毋捌讲过白菜嘞？可能这句话就是白菜啦吼。啊，因为伊讲我从来拢毋捌讲过白菜，可能真困难啦吼。因为咱人类有私心，有时咱做唔对代志，咱会满叹，然后批评。甚至咱即摆知影上重要的一个议题，就是乌心的食品。因为人会贪心，因为这生意人为着家己的利益来批评，为着伫生活中间要来得到较侪金钱，也是要来骗别人的信任，要来得到搁较侪的利益，人类咱拢会批评。所以第一项来看见批评信任，咱的信任可能骗去。因为咱知影每一个物件放伫架仔顶买，咧卖物件一定拢是安全的，对无？到无安全的物件放伫顶面，安袂互这个消费者？咱看起政府也是看这个公司拢有责任。所以今日咱看起咱食这个乌心油，就是喷用喷做的油，也毋知影讲食偌久啊啦吼。即摆咱较知影。啊，所以咱看起这个喷这个废汽油、缩水油。继续食，带予咱身躯有真大个危害，甚至有即个癌症个发生。啊，伫最近网络就是伊即个郭中先写个周记，伊写了真趣味，讲我就是落地个太食着缩水油啦吼。原来我即马就已经咧食缩水油，啊老师就来批解讲，我会当感受你足无奈个啦吼。今日咱看见伊呾感觉去地个太食荤啦吼，食即个垃圾物件。其实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因为咱信任这个公司，信任这个啊工厂所做的物件，但是这物件却对伫咱有伤害。第二项，咱看伊欺骗，欺骗啥物？欺骗人的感情，特别夫妻的信任感。唔知影你敢会安尼想？敢若我最近我先生敢较无爱我哦，最近我的太太敢较无爱我哦，还是伫厝内面常常拢会讲。爸爸，你拢较疼哥哥；爸爸，你拢较疼弟弟，你拢无疼我。其实这嘛是一个欺骗啦吼。敢真正先生无爱你吗？敢真正太太无爱你吗？敢讲爸爸较疼哥哥，较无疼弟弟吗？咱看见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因为咱家己心内咧想，然后咱的心就受到欺骗。第三项就是咱的信用受到欺骗。咱的信用安怎受到欺骗呢？咱知影有撒旦。魔鬼，伊时常用在来破坏教会，破坏咱的服侍，特别伊上爱攻击迄个上热心服侍的人，常常来讲：啊，你无路用啊！你安尼遐尼认真做，也无人看见啊，也无人甲你肯定，也无人注意着你，你做遐济无路用啊！也是讲：哎呦，我敢有遐尼歹？为什么我所做的上帝拢无欢喜呢？唔知影，你在服侍，还是你在传福音，还是你伫个家庭生活中间，你敢会安尼想？兼讲我有遐尼无路用吗？兼讲上帝无听话吗？兼讲怎样？所以咱看见伫即个殿堂有绝欺骗，选择真理中间，认捌真理就是有绝欺骗上好的方法。咱就会讲，认捌真理是有绝欺骗上好的方法。认捌真理就是有绝欺骗上好的方法，所以你要知影什么是假的，你就爱知影什么是真的。所以咱有知影到人摕着伪钞假钱啊吼，可能有当时啊难免咱拢会摕着假钱。为什么你知影这张物件是假钱？因为你知影真的是怎样，有这个防伪线啊，边啊有这个有暗号，知影这张才是真正的。所以咱若认捌真正了后，伊个假就无法度欺骗咱。有一个无道友，伊咧敲锤真理，伊时常拢来找牧师讲话。伊感觉伊心内咧想，感觉真理咁遐尼捌歹了解吗？敢是遐尼枯燥乏味呢？所以有一天，伊阁来拜访牧师，啊，要甲牧师讲话之前，伊就伫教会周围伫遐散步，然后看见教会的这个庭园内底有一张。老树一张足大丛的树啊，然后还佫一间真古早的厝，伊心内就感觉真特别。伊伫哪行哪看的时阵，伊就了解啥物是真理，然后伊就甲老师讲：“老师，我知影真理是啥物啊？真理是啥物？”啊，
牧师感觉真奇怪，你来找牧师讲话讲遐尼济摆，你拢无讲到我真正捌真理，啊，你所捌的真理到底是啥？伊讲我捌的真理，就是伫生活中间一个真基本的态度。我看见教会互一丛真老的树仔留落来，特别为着这丛树仔挖一个坑，然后放伫这个广场的中间。其实教会卖当甲这丛树仔刷去别位，然后让迄个广场较好停车、较宽。但是教会无安尼做，教会互这丛老树、这丛老树仔留落来，但是牺牲一点仔的利益。然后伊嘛看见教会嘛将这间老老的厝留落来。虽讲真旧，毋过倒一寡通个使用。所以咱看见有当时咱信仰的态度，甲即个时代的看法无共款。咱即个时代的看法是怎样？就是快速，然后会当得到搁较侪物件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啊，咱有看见和合本有一段圣经章，真水安尼讲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咱唔通来学这个时代，唔通学这个世界，咱的心就爱不断去更新，爱变化。啊，新日本来讲，咱唔通让这个世界来同化，或者是让这个世界来改变咱，咱就爱让上帝来改变咱。那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怎样？就是快速，就是马上得到改变，要摕一个上新的物件、上好的物件，然后要得到上大的利益。然后咱知影，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。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市场的竞争，就是努力赚搁较侪钱，互咱的成本愈低，利益愈高，干脆加一点点仔利益，咱也要得到。但是咱看见资本主义，到想着甲别人分享，到想着讲照顾遐较受伤的人、较欠亏的人。特别咱知影，咱逐年拢爱讲咱爱调整基本的工资。你甲想调整基本的工资，对80块加到90块，差偌侪钱？一点钟加10块，但是为着要加去10块，才会头大头家就拢歪啦，就拢歪。啊，伫网络一篇文章在讲，啊，一个政治人物讲，我要啊来争取咱的时薪要15块美金啦吼，啊，大家拢笑，在笑啦吼，太有可能。靠可怜，连要加一半7块美金拢困难啊！靠我都加15块美金嘞。但是迄个政治家，伊就不断努力，有一天，伊真正互这个一点钟咱加变15块，这个15块美金。咱看见，虽讲加一点仔的利益，但是就要互遮个基层，这个基层的人，这个中低收入的人，互伊的生活会较好。当伊有较侪金钱的时阵，伊就消费啦，就当去买物件。今仔日咱拢无钱，啊，咱就俭俭啊过生活，等到咱嘛无法度迄个消费，会当继续来发展。所以咱看见世界的看法，就是好嘅人亲像愈来愈好嘅。咱嘛知影，特别是选举到的时阵，但真侪人拢咧想，要安怎让较侪人来得到较大的利益。所以咱看见真理到底是啥物，就是一个。亲像一个道理，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但是这个绝对的标准，伊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嘛，互咱有一个无同款的看法。亲像咱看见这丛树仔会当留落来，这个古早树仔会当古早厝会当留落来，互咱甲这个世界有无同款的一个看法。然后一个真重要的一项，就是咱知影真理是啥物？真理就是上帝疼咱。上帝怜悯咱，赦免咱的罪，无纪念咱的过犯。上帝看咱是宝贵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美好的计划内面。你甲边仔人来讲，你伫上帝美好的计划内面，你伫上帝美好的计划内面。你到底上帝美好的计划内面，还是你伫上帝计划外口呢？咱就爱相信。真理就是予咱知影，上帝疼咱，上帝予咱的生命活了有价值。迄个价值，毋是咱赚偌济钱，毋是咱有偌多的贡献。上重要的是咱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的。所以这个牧道者伊看见上帝啊，咱看见上帝帮助咱，上帝无因为看见咱的改变，无看见因为咱家己表现真好。感觉看见咱无犯罪，上帝较疼咱。其实上帝疼罪人，
听见咱常常犯错的我，但是咱相信上帝听咱。当上帝听咱了后，伊接纳咱了后，咱会当来改变咱家己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看三项。第一项就是真理是赢过欺骗的方法。第二，伫上帝眼中要圣洁无瑕疵。第三，耶稣要予咱甲伊同齐大宝座，予咱做伙读。第一项，真理是赢过欺骗的方法。第二，伫上帝眼中要圣洁无瑕疵。第三，耶稣要予咱做伙坐伫大宝座。所以咱有这个确信，咱看见真理就是赢过欺骗上好的方法。伫撒迦利亚书，咱也在看的过程中间有讲到八个大的异象。为什么先知要讲异象？因为这百姓受艰苦，受到这流离失所，伊就是讲因流浪伫外口，无家己的国家。当因流浪伫外口的时阵，撒迦利亚不断鼓励这百姓讲：恁爱悔改，恁通通亲像你的祖先，遐无听上帝话，然后拄着遐尼大的灾难。所以，伊伫即辈的即个理想顶面有看见马，看见一个村镇，啊，看见大祭司金灯台，啊，佮会背的即个圣经。其中，咱今日所读的第四段就是大祭司的理想。即、這个理想要甲咱讲，上帝要除去伊今日的罪恶，上帝要除去伊今日的罪恶。当即个马是流浪伫外口的时阵，因无气力来重新来起造这个圣殿，这个建筑阁是非常败坏。祭司要来献祭的时阵，无真水的衫，然后撒旦就来讲，结果啊，你无法度来献祭啦，上帝无，上帝已经弃杀你啊啦，上帝无欢喜你的服侍啦。唔知影你伫厝内底，敢会安尼互人讲，啊，你是足无路用的啦。当你人安尼讲的时阵，你心内一定真难过心。兼讲我遐尼无路用吗？兼讲上帝无爱我吗？上帝无爱我的敬拜吗？啊，看见一张图，啊，这就是圣殿旁边的图。恁若看见哇，这个拢无厝，啊，拢旁边的这个废墟的时阵，咱要安怎重新来敬拜呢？明日上帝所看的，唔是外口这间厝有偌水，上重要是徛伫这个所在的人，伊的心怎样？伊当悔改来归向上帝，伊当用伊的心来学得主。所以我在准备这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就在想，对耶稣了后的每一间教会，耶稣的教会到底标榜着讲在强调要来起一间足大间、足大间的教会。可能这个大间教会更是伫咱二十一世纪靠讲要来起一间大间教会，伫初代教会亲像安尼的范围。加加一两百个的厝，就足大间啊！因为咱知影，迄个厝外头挤足侪人，所以这个聚会人嘛，外头足侪。所以咱看伊伫这个时代，为什么咱时常拢在强调，咱的教会爱足大间的，爱几千人的教会，这敢是上帝的心意？上帝所看的，敢是迄个教会大间细间？上帝所看的，敢是迄个教会起了有水，还是无水？今日看圣经，才互咱看见的。上帝在意的是咱悔改的心，到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的心若是落入伫迄个忧伤、无信心，感觉时常感觉家己足软弱的，家己足无气力，甚至无愿意服侍的时阵，这是啥个声音？敢是上帝的声音吗？我想上帝袂予咱一直停留伫咧忧伤、无信心的内底，这是消极的想法，这就是撒旦。撒旦的工作，魔鬼的工作，所以咱看见求上帝帮助咱，上帝应允咱。伫第三章第七节，把咱有圣经的来咱翻开，特别列咱把这段圣经再来背起来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七节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你若听我的路，守我所交托你的，你就通管理我的家，固守我的名。我也予你遮个徛伫人的中间有出入的路。咱看见就这段圣经在甲咱讲，你若愿意听上帝咯，守上帝所交托予咱的，上帝就要予咱来管理伊的家，就是管理伊的教会，管理伊的圣殿，予咱伫人的中间有一条出路，予
咱有信仰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。所以今日咱打败魔鬼的白菜，上大的武器是啥物？就是真理的宝剑。咱做讲，真理的宝剑，真理的宝剑。所以当你脑有迄个消极的想法的时阵，你就将你真理的宝剑来夹起来，讲撒旦魔鬼提起，这不是上帝的想法，这是魔鬼的想法。将你消极、你的软弱，将迄个会欺骗你的代志提起，用真理的宝剑来成做咱的武器。所以重点是啥物？重点是上帝怎样看你，上帝怎样看我，上帝看我的看法是怎样？咱的性命敢是成做一个真有价值的人，互上帝看见。我无论我软弱，无论我好野，我怂恿。我拢咧真有气力，站伫上帝面头前来成做你美好的见证。上帝看咱的信心，上帝看咱怎样来服侍。虽然看见撒旦魔鬼诱惑咱，常常会听到这话，讲你安尼做无人知影啦，免做遐济啦。哎，讲你做这个代志，敢有较快乐？咱来做咱较快乐的代志就好啊。也是讲这个服侍无人认同，所以咱莫去做啦。上帝无爱你诶敬拜啦，上帝感觉你无好，上帝无爱你来服侍，遮个就是欺骗的话，求上帝互遮个欺骗的话离开咱，亲像撒旦魔鬼来欺骗遮以色列百姓同款，甲因讲，恁伫即个旁诶圣殿敬拜无受上帝接纳啦，你嘛无气力来服侍啦，但是上帝就透过撒加利亚先知诶异象来安慰遮个百姓。互因看见，今日咱站伫上帝面前是无下注的。即撒旦，你唔通阁继续讲话嘛？第二项，咱伫上帝目睭内面，咱是圣洁无下注。伫上帝目睭内面，咱是圣洁无下注。咱知影，咱诶改革中内底讲一句话：人人皆祭司。然后第二句话，咱也加起讲，达位拢有祭坛，互咱知影，人人皆祭司。大威这团，人人皆祭司，处处有祭坛。这些甲祭这团就是联合做伙。有这些就是表示咱的敬拜。敬拜时阵，咱就披着一个感恩的这团，敬拜和乐的这团。今日咱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服侍。咱每一天，我们甲上帝做伙同行，坚信咱的生活。在你的家庭中间，在你读圣经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咱的祭坛。按讲做警察、做老师，我感觉足无简单的，因为咱在生活中间爱成做一个模范。真侪人因为伊的工作，伊爱特别谨慎伊的行为。互咱看一张图啦吼，这张图可能看无真清楚，但是这台车敢有啥物款的问题，有看出来无？哦，伫我家，阮会画什么线？拢会画红线啦吼。啊，即台警察车着停伫红线的顶面啦吼。啊，有人着来翕起来，啊是讲，敢讲警察车着当停红线吗？啊，平常的车若停红线，着爱吊走，着爱罚金吗？啊，所以就有人在问这个问题，讲警察在抓交通违规的时阵，警察车敢当停伫红线顶面？当然我毋知影敢会使无啦吼。但是咱知影，当然紧急的代志，咱会当来包容。但是若常常这警察车咧停伫红线的顶面，还是伊家己拢无以身作则，家己拢做无好事的时阵，要安怎来成做人学习的一个模范呢？所以今仔日咱在想，要学习一个性格无下注的生活。有时咱家己嘛是无够完全，但是咱努力来家己做落好，亲像这个警察同款。警察伊要来执行这抓、個、啊这个抓交通违规的代志，伊家己嘛袂当闯红灯，伊家己嘛袂当停伫这个红线，伊家己嘛爱遵守这个交通规则。亲像咱嘛看见，上帝予咱有一个律法，予咱的性命有一个规则，咱有时无得完全来遵守，但是咱知影，这个规则是要来保护咱家己，法律的约束也是要提醒咱家己。唔通予咱陷入即个陷阱，诱惑要帮助咱来离开即个罪恶。啥物人讲我看到足济金钱，我袂心袂震动的，我袂贪遮个钱的，可能真少人安尼讲啦吼。但安尼讲，我看到钱袂贪的，可能嘛是袂差啦吼。
今仔日咱看你，咱也是公务人员，也是咱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间，咱若有一点仔贪心，想要摕到迄个钱的时阵，咱一定用尽侪侪方法。所以咱看你有侪侪过低的制度，就是要保护咱，予咱离开遮的诱惑，予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真侪性格无下注。所以咱看见伫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在内底，上帝甲咱天使讲，咱若遵守伊的律法，守伊的诫命，来行伊所交代的任务，上帝就要来祝福咱。所以今仔日咱要看见咱的性命，要真做上帝的圣殿，是自由的，无动荡的，毋是出自勉强，是出自咱心内甘心乐意。毋知影你啊？行伫上帝律法、上帝旨意内底，你的心敢会感觉真动荡？有真侪人讲，我唔敢洗礼，因为我的生活过了无好，啊，我阁有真侪代志，感觉无法度改变，所以我唔敢来洗礼。但是今仔日，咱看见咱的性命，若是会当真正伫上帝自由内底时阵，这是无动荡的。第三项，咱要甲主耶稣同坐伫大宝座的内面。咱看见上帝疼咱，伊就要收束一切的风雨，一切的困难，延伸伫咱的心内。咱嘛要甲主共款，伫台仔顶担得着荣耀。咱知影最近选举到，常常拢真侪场合，足侪人徛伫即个台仔顶。为虾米咱徛伫台仔顶？因为咱要做伙来得着迄个荣耀，做伙来挂胜利当选。今日你敢有甲主耶稣共款徛伫台仔顶？看见主耶稣已经胜利，已经赢过世间的这些诱惑。啊，这我无用咱台湾哦，较敏感，所以我用美国的这个选举。咱看见咱徛伫台仔顶接受这个民众的欢呼的时阵，看见有遐尼侪人做伙甲咱同受荣耀，同款的想法，同款的服侍的时阵，这是非常荣光的代志。啊，想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，咱甲主耶稣同齐宝座进前。咱的情况可能比这张图的人搁较侪，因为咱要做伙伫上帝面头前来得到荣光。啊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讲到一个有钱的晚辈，啊，伊足侪钱的，但是伊的囡仔啊，读较未真清楚，所以爸爸就无将真侪钱交予这个囡仔来管理。有一天，爸爸伊要出外去办代志，啊，一个囡仔留伫厝内，毋知要安怎。就甲囡仔讲，细囝细囝，我遮有钱，平常时拢互你10元，即、這个铜板通啊买物件。爸爸甲即个铜板啊10元放伫即个所在，即、這个柜仔个所在。你若要买物件，你着家己去摕。但是即个囡仔只有捌10元生做啥物款，伊知影10元会当买物件食，所以伊着真欢喜。爸爸着出外，然后出外几啊工了后。厝边的阿公看到这个囡仔太坐伫门口口，啊，伫遐无心无神，拢唔知影安怎，就问伊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伊就讲，我骨若刚无食物件吼，啊，奇怪，啊，原话太好，囡仔骨若刚无食物件，敢讲爸爸无给你钱吗？有啦，爸爸给我10元，足济足济，不过我已经用了啦，所以我无物件，阿妈只伊就坐伫迄个所在。啊，这个阿公感觉真奇怪，就甲伊问讲，啊，你的钱放伫倒位？然后伊就甲伊讲，我放伫即个柜仔顶面啊，啊伊就过去看，哦，内底原来是10元，有500元，有1000元，偌济钱放伫内底，但是即个囡仔只有捌啥物货，只有捌10元，伊毋捌100元，也毋捌1000元，啊，所以即个阿公就将1000元换足济银角啦，10元阁继续放伫即个所在，互伊买物件。即个故事感觉真趣味。唔知影你认捌上帝恩典，是只有认捌10元，还是认捌1000元呢？上帝恩典非常的丰富。今仔日上帝坐伫大宝座顶面，伊是比总统佫较严格，比皇帝佫较有权柄。今仔日咱若捌伊的时阵，咱若要共款受着这个权柄，咱就要特别来送终。所以今仔日咱爱来使用主耶稣给咱的权柄。予咱有这个气力，予咱会晓来使用，会晓发号施令，会晓来看见这个观点安怎来成做咱生命中上大的帮助。这就是教主当坐伫大宝座来得着荣光。今日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
咱嘛要同款来得到阳光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敢有受到欺骗？你的心敢受到撒旦魔鬼思想在甲你恐吓，讲你做了无好，然后你的心常常跌落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就爱让咱的心甲主耶稣同齐伫宝座顶。今日咱会当来认捌真理，就是拒绝欺骗上好的方法。咱嘛看见咱的生命要将做献给无下主，互咱无互人来指责，互咱会当服侍顶面，会当哪甘滴哪自由，互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得到搁较济的稳定。即时咱要做伙三个来祈祷，咱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，互咱会当搁较来明白上帝的真理，互咱看见。咱无予撒旦魔鬼来欺骗咱，骗咱毋捌，然后予咱离开主，求上帝来加添咱有够大的信心，求上帝帮助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予我会当搁一摆来认捌你，来认捌主你予我的真理。有时我会软弱，有时我会迷失伫我受欺骗的过程中间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。我看见真理是啥物，就是上帝在听阮。上帝无因为阮生了缘投，也是生了歹，好样也是丧样，就来看清阮本身。上帝，你看待每一个人，拢是非常宝贵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在阮的生命中间，不断来得到快乐，得到更新，予阮无学习这个世间的价值观。我看见上帝你的心意甲想法，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，我安尼祈祷上好，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做伙参加来念圣诗，圣诗164首，至圣的神听。